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六百五十面，啊，六百五十面第三行，啊，第二句看起，啊，度众。 过云，从这看起啊。度者色也，啊，就是度色的意思啊。静言书语度中过云，另立我意，度有谁？” 物业，是其卧,卧道家本，您，中国人，这个卧道家本呢，就是，它会让你堕落到卧道去。啊，卧道根本的源头就是。 沃业，佛教我们断舍啊，叫之断舍，莫之为度啊。其大意为度众沃云之意，即是另立沃业，因为沃业呢，使人入沃道。 乃卧趣之本，这个卧趣就是我道，通常指三我道，故称为我云啊，故因度生，啊，妄悉同治，啊，讲法了跟这个相同。俗曰度仲等者，另断我业，流转生死。 我也为缘，故云之缘。会疏也是，会疏解释跟前面不一样。啊，疏云诸烦恼中，成会为罪。啊，把成会称之为缘，一知无名为之缘。佛。 悉断尽，更无余残。故曰：度中过云也。以上两种解释不妨同参啊，就是提供做参考。这是静因素啊，跟这个会书两种说法。念老这也。 解释清楚了，慧书呢是就佛边说的，对佛讲的；净言书呢是对我们一般人修行人讲的，啊。我，我们今天，先前的社会是。 无论是中国、外国，全世界史无前例的混乱啊！整个世界秩序都乱了啊！灾病异常，这个整个地球上啊，种种灾难呢，也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。 在我们都遇到了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跟这个经上讲的完全相应。居住在地球上的众生，造种种的恶业，不知道堵塞啊，这个物业造恶了。 我们冷静的观察，它不断在膨胀，只有增加，没有减缓的趋势。啊，人心呢，想我，把我当做善，把善看作恶，就是善恶颠倒了。啊，把仁义道德了。 看着这是过去的，啊，这个是这个专制时代的东西，啊，都是于人有害的，应当把它淘汰干净。啊，不提倡忠孝，不提倡仁义。 啊，中国人把老祖宗东西不仅是疏忽了，现在是排斥啊。那么因为从下崇尚于西洋啊，认为西方都是对的啊。西方人讲求个人主义，也就是自私自利。 啊，认为自私自利是正确的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父母都可以杀，兄弟都可以杀，啊，还有不能杀的吗？啊，所以杀到盈旺，看样子是没有办法禁止。 啊，法律也没有用处啊，所以对于这些已经没有信心了。念佛的人，只有走上了消极的这个这一途，那就是所谓的认真呢求生净土。 那我们想想，除了这一图之外，还有什么方法给人去斗争？今天人家认为斗争是应该的，斗争是英雄，那一定要战胜对方，自己才能得到利益。我们明了。 斗争是两败俱伤，而且造的恶业必定都在三途，三途进去容易，出来很难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。啊，那个地方社会。 祥和，没有斗争啊！不喜欢斗争的人，确实可以移民到那边去啊！所以这个地方，别人争，我们让啊，我们让到底。 啊，这是佛菩萨教给我们的啊。我们最重要的，对佛菩萨有信心啊。那么，在现前社会上，我们做一个好样子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。不管别人怎么看法。 怎么说法？我们坚定自己的道路，坚定自己的目标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啊要认真听从。 经典上的教训：卧云贪嗔、痴、慢、疑，因为这五种恶业，他所感应的灾难都现前了。啊，我们都看到。 啊，贪婪，感应的灾难是谁？谁在？然后叫身体将四大不调，啊，这是湿病，啊，尘秽所感染的，叫火大。 啊，在环境上，火山爆发。现在地球的温度反常，啊，温度高了，这个现象与陈灰有关系。啊，鱼迟风灾。 啊，傲慢是地震的，怀疑对应在身体上是免疫功能失去了，啊，身体虚弱，容易感染疾病。应对在外面，山河大地。 松散了啊，所以大地会沉下去，高山会倒下来，这都从前没有过的了，现在全都发生，展现在我们面前。啊，这些报，在佛法上讲叫花报。 啊，果报呢？在三途，莫归地狱出生呐！啊，佛在的你教导我们，三千年前所讲的这些话，给谁听的？给我们现代人听。 啊，特别是本经，从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，啊，我们把它选出来作为晚课，啊，里面全都是讲夜莺国宝。啊，恶业不能不理啊。 啊，思想上的造作就是杀到阎王。啊，杀！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不会去杀生，但是有杀生的习气。啊，我们讨厌一个人，怨恨一个人。 都是属于杀业啊！只是语言不成熟。如果有语言的时候，就很可能犯了杀戒啊！对于小动物就更不必说了啊！蚊虫蚂蚁，它也是一条命，它也是一个众生。<coughs> 啊，他因为心行不善，堕落出到畜生道，变成这样的人。啊，他的报是报完之后，他还会回到人间来。啊，也有可能，他虚实还有善根。啊，有善根为什么堕我道？ 这佛在经典讲的很清楚，黎明宗师。这个业系是强者心心。啊，说种子阿赖耶含藏的种子，每一个人，十法界全都有。换一句话是，你阿赖耶里头有佛的种子，有菩萨的种子，啊，也有地狱魔鬼出身的种子。 通通有啊，无量世来生生世世我们造的业习种子，啊，阿来也像仓库，啊，像资料室一样，通通去除。啊，哪一个先报？力量强的，遇到缘了，它先报。 啊，强弱都在念头。贪的念头强，你首先到轮回道去；欲翅很强，他就到畜生道；嗔恨很强，他就到地狱道。啊，哪一个力量强，他先受报。 啊，这与我们起心动念有密切关系啊,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菩提种子加强？啊，你说我们能跟极乐世界没有缘吗？跟极乐世界没有缘，这一生遇到净土，不会相信。 啊，遇到净土，相信，肯学习经教，又肯念佛，说明你过去生中决定不止一事啊，好多事啊，都是念佛人。为什么没往生呢？临终时被业力牵，又牵回来了。 啊，这一桩事情不难懂啊！我们仔细去想一想。啊，如果我们在临命中时，我们到哪一道？实在讲，冷静去观察自己就很清楚啊，就不必问人呢、啊。 明白这个道理，断卧修善呢，你就晓得多重要。啊，修善，什么是善？念佛是善。啊，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念佛可以往生净土，清净阿弥陀佛。这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。 啊，卧云是起心动念，这是根源。古大德说得好：“说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”啊，念头一个善念，善善到底。 源，一个我念，三我道的根源，很可怕了。为什么呢？出不了六道啊，生生世世一定还是搞轮回，这个太苦了，不想再搞了啊！出力的生就生起来。 啊，就想离开六道这个心，这个这个念头好啊！啊，那么就要认真念佛。啊，一切时一切出。念头一起都是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没有杂念，这叫功夫成片。 啊，一般人真想念佛，念到功夫成片，一两年,年决定可以做得到。啊，一心不乱不太可能，功夫成片可以做到。啊，只要功夫成片，我生就有把握了。啊，临命终时。 不需要别人做你不需要别人帮忙。啊，这个例子很多，我们也看到过。啊，听到的、听说的就更多了。啊，那些王身的人都给我们做了证明。 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极乐世界确实可以能去，啊，我们为什么不干呢？啊，世尊在在这个经历里头讲的太清楚、太明白了。啊，会书所说的，啊，佛喜断尽。 诸佛如来，他们断经了。一朝天台大师讲，六即佛里头，分镇即佛就断尽了。啊，分镇即佛在原教是粗住以上到等觉，这四十一个位次，啊，《华严经》称之为。 发生大事啊，他们脱离设法界了，啊，脱离设法界，生净土就是生十宝庄严土，啊，他不叫待业往生，他越长小干净了，啊，你看断尽。短 更无余残，啊！那这个佛就是分真即佛，啊！极乐世界的殊生不在十八土，而是在下面两图。啊！下面两图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常讲的十法界。 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，凡圣同居土是六六凡法界。啊，但是六凡在极乐世界只有二凡，他没有三王道，没有阿修罗，显示出这个世界纯净，没有。 啊，就单凭这一点，值得我们真真向往啊！啊，这个世界很复杂了，活在这个世间很不容易应付啊，生活的很苦。 啊，知苦，你才真正会向往极乐世界。啊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真正的归处啊！这个人可靠啊，我们能信得过他。 啊！多接之前，他发的四十八愿，为谁发的？要直下承担，为我发的，不是为别人。为什么别人未必相信？我相信，我相信就是为我发的。啊！我一定要对得起阿弥陀佛。 啊，知恩报恩了、啊，怎么对得起呢？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啊，这才对得起阿弥陀佛了。啊，这一部经是释迦释迦牟尼佛为我讲。 啊，下联句老就是是为我汇集的；黄念书老就是是为我注解的，直下承当啊！啊，这些人与我们有大恩大德了啊！我们确实要放下万元 信受奉行，为人言说，言是表演，做出来依教奉行。啊，这个世界万缘放下了，啊，对这个世界并不消极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这个世间人苦，跟我一样苦，我还觉悟了。 还有没有觉悟的比我更苦啊！我要帮助他。《大乘经》里面佛常说：“佛不度无缘之人。”啊，我们全心全力在演说、表演、在宣扬。 有缘的人就得度了。什么是有缘人？他听到了，他相信，他跟我一样觉悟了，回头了。啊，真正发愿念佛求生，啊，这就得度了。这个人不一定。 我们认识他啊，很多并不相识啊，但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都认识了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，所以。 在这个世界，还是不是苦众生呐。那用什么方式帮助这苦难众生？释迦牟尼佛做了榜样给我们看。啊，什么样子？ 四十九年，天天演说啊，每一天都在表演，每一天都在演讲啊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啊！法布时，般若经》上讲的很好。 《金刚经》大家都念过，佛在这一部金刚经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不长，五千多字啊！啊，这么一桩事情，佛总说了十多遍，就是。 受持读诵，为人也如，这一句，在《金刚经》上说了十几遍了、啊，就怕我们忘掉啊！时时刻刻提醒呐、啊，说是接受啊，佛给我们的教训，我们完全接受；持是保持，不要舍掉，那就是天天干。 啊，读诵重要啊，读诵啊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。为什么呢？读诵啊是界定会三学一次完成，要明白这个意思。啊读什么？读经文、本文，不读注解啊，读本文。 注解是求明了经义，读诵是真修啊，真读诵是真修，是修行这种方法啊，读经文啊，一遍一遍读下去，那么《无量寿经》不长，念熟了之后，念一遍呢，不需要一个小时。 啊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念佛？我们就用着行。你如果每天把《无量寿经》从头到尾念十遍，啊，念得很熟的人，十遍大概五六个小时，他就念完了，不少。了。 啊，每一天真正修行有五六个小时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读诵不会有妄念。哎，念佛有的时候妄念砸进去。啊，读经不会有妄念。啊，恭恭敬敬，一心称念，这是持戒。 啊，这十遍下来五六个小时，没有杂念进去，这是修定。念的经，字字清楚，寥寥分明，那是会。啊，不要去想，就是念下去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颠倒。啊，是界定会三学一次完成。 啊，每一天如果说是多五六个小时，那你就是五六个小时休息；啊，要是七八个小时，就七八个小时休息。这个方法好啊！促学读诵要困难，我们有读诵的光碟啊，你打开。 电视屏幕风光碟，这个光碟有文字，有声音，你跟着他读。啊，快慢速度我们有好几种，啊，有念的很快的，有念的很慢的，你可以自由选择，啊，选择你喜欢的速度。 啊，初学读得比较慢一点。啊，专注，不要分心。读经的时候最好不接电话，啊，把电话线给拔掉。啊，不让人来打闲岔，你心才能定啊。 啊！你正在读经书，有这个事来找你，那个事来找你，把你功夫全破坏了。变数念多了，自然就会背了。啊，念到完全背得很熟的时候，那就很方便了。为什么呢？不必看见。 啊，你进行也好，无论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场所，你的功课不会间断。嗯、这个方法在现前这个环境里面很好用。 啊，很方便呢！这净宗方法之妙啊，我们要会用啊！不要多，你只要用上三个月，味道你就尝到了啊，然后你就欲罢不能。 啊，真的会帮助我们得念佛三昧，会帮助我们开悟。啊，这个杜仲卧原，读诵经典也是非常好的方法。 啊，读的时候决定不求解释，就是一直念下去，跟佛号一样啊，功德完全相同。大师之父他告诉我们：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读诵经典是属于一佛啊，称念。 弥陀圣号是念佛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：游不散结，无所挂碍呀！啊，这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。 啊！你看，在那边的修学的环境，得大自在呀、啊！啊，会书曰：“无某神化，常体性空，故为游步啊。” 啊，我们今天讲三步。啊，谋者此地讲是起心动念，啊，人家不起心不动念，神通变化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是本能。 不是从外来的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能力是报的；生到西方世界就有，啊，常提性空，体是体会，长是没有间断，啊，知道什么自性空啊。 知道自性空，你就不会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啊，全都没有了啊！你看袁了凡先生，知道命是定的，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，他能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头。 做三天三夜，啊，禅堂打坐，不起个念头。一般讲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知处，什么境界？原叫初主以上的境界。 廖凡先生能够到这个境界，云谷禅师佩服啊！啊，云谷禅师向他请教啊：“你功夫不错，你怎么修的、啊？”廖凡先生很老实：“我没有什么功夫。” 命给人算定，想也没用处，不想了。云谷禅师听了，哈哈大笑、啊：“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还反复。反复什么呢？虽然什么都不想了，这个有个名字叫无想定。啊，什么都不想了，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说：无名啊。” 他堕在无名里头啊！啊，凡夫众的一个就是调举，就是什么乱妄想太多；一个就是落在无名。啊，是不想，但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禅不是的，禅是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啊，那是禅。 啊，禅是好的，禅师是有智慧的里面。啊，了凡先生这个定没有智慧啊，他还是烦恼啊。啊，常提性空，故为有不啊。啊，这个有不。 两桩事情，一个是为自己，一个是为众生。为自己修福修慧，啊，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参修，啊，去拜佛，啊，拜佛供佛是修福报，听佛讲经说法是开智慧。 啊，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啊，而且这个这个，经常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啊，极乐世界的人确实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他有能力分身，能分。 无量无边身，去参访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有这种本事啊！而自己本身呢，还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。你看，本身在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，分身出去啊，参访。 无量无边祝福啊！这个话一丝毫没有夸大啊，都是我们自信本能的，在他那个境界里面，时间、空间都没有。 长体性空，啊，空间维持没有了，空间维持没有了，设法界变虚空，没有距离，时间没有了，没有先后。换一句话是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他通通见到。 啊，这是他方诸佛国度里头，跟极乐世界不能比的。他方世界只有明心见性的法身菩萨能做到，设法界的做不到。 啊，极乐世界的设法界可以做到，六道里的人可以做到，啊，他只有两天，人天两道可以做到。金星云，天上人间，唯佛独尊，故由不三界，化之重任，故。 无所居爱啊，这是就佛说的啊。天上人间还是讲六道啊，顶多讲到十八界啊，只有佛独存，所以佛能够。 有不三界，这个三界是欲界、四界五色界、无色界啊。化之纵刃，就是他没有障碍啊。锦心寺这个说法是讲佛硬化在说法界，度化众生。 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因，感应道交，得大自在，啊，没有任何障碍。啊，那么佛现身，现什么样的身？说什么法？诸位要记住。 佛是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十法界的，不起心不动念才能够真得出诸，脱离十法界了。啊，那么我们就晓得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硬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度化众生的。 他有起心动念，哎，有起心动念的，他麻烦了，会退转的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会退转。哎，起心动念会退转。所以没有把握，他来不来？他不来。 啊，三种不退，它胃也会退。啊，未退，退到低谷就不退了。底谷是什么呢？小城市出口，大城市出行为。从实性第十性可以退到出性。啊，出性就不会再退了。啊，它有它有底谷。 啊，不会推到凡夫。啊，行是菩萨行，有时候觉得众生太难渡了，算了，不渡了，就退到小城去了。啊，自了汉。啊，第三种是念，啊，念也会退。 念的底线是原教初祖菩萨，啊，也就是说，这四十一个阶级往上去，它还是会退，啊，到什么时候都不退呢？一般讲七底以上不会退了，啊，所以经常常讲元正三不退，元正三不退。 不是粗住啊，啊，粗住是三种不退，都真的了，那不能讲云。加个云，那就是地上菩萨了，不是普通的了，啊，不是三邪，啊，色住、色行，色会相，啊，都有这个念呢，退的可能。 啊，至少登地以上，念不退了。挂，我们常讲挂爱呀，啊，这底下有爱、执之意啊，有爱的意思，有执的意思啊，有挂爱。 高丽本做居海”啊，这是高丽大藏经里面用这两个字啊，流作“居爱”，流是流通本，一般流通的呢是“居爱”。 故静音心、警心、慧殊注本呢，通通是居爱啊！警心所言，无所居爱，就是无所关爱，意思是一样的啊！无所关爱呀、啊。以上呢，会书与警心，乃专就佛辩书。 乃专就为一而生，为已是康僧开的本子啊，通通是就佛边的佛，当然是由不三界，无所惧爱啊。而经绘本，现在我们这个绘本，在应广设法菩提心、念佛得生之人。 成佛为神，优化三界，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会集本好啊，啊，会集本里面不但是佛，啊，而什么呢？把重点放在凡是得生净土的人，啊，那把这个位置调到哪里呢？调到往生净土。 凡圣同居图下下品生的，哦，那都能够啊，游不设方啊，这不可思议啊！那、啊、可不可能？可能，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卫生加持啊，特别是第二十元。啊，佛的原文说了。 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维越智菩萨，这一愿不得了啊！啊，阿维越智菩萨就是法身菩萨，啊，就是什么十暴土的菩萨才成阿维越智啊。那么在极乐世界的时候，连凡圣同居族都成阿维越智啊。所以这个也是。 叫男信之法啊！你要为一般菩萨，这是不可能的、啊，哪有这回事情啊？啊，这个事情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！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恩德，到极乐世界物质上的享受。 随心所欲，那个佛报等于欲界第六天，他花自在天。那无论什么享受，你只要心里想的，阿弥陀佛变化出来供养你。 你一样都不缺啊,啊！这像阿弥陀佛的福报啊，这种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也能享受阿弥陀佛的福报，这个就太稀奇了啊！所以是四十八愿功德成就，不可思议啊！全是功德的成就。 啊，所以这个本子，啊，因为专就佛说的呢，这是康生开的本子。啊，现在这个绘本，它里面含摄的意思，这广是发菩提心、念佛得胜之人，这个范围就广了。 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成佛为神游化三界。啊，所以你要问，到极乐世界什么时候，我才有能力道家慈航回来度我这些亲戚朋友？啊，我们可以告诉他。 你跟阿弥陀佛见个面，见了面就行了，你就可以说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可是到了极乐世界，你的想法跟现在不一样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环境，你看修学多舒心，你就一定是把全部的心力都在学习啊，每天忙着去参访十方诸佛如来，去修福修慧。 啊，等到福慧差不多要圆满了，你才会感受到，嗯，众生有感，你就有因了。啊，不会像现在感情用事啊，啊，那个人我喜欢他了，我赶快把他拉拉进来啊，啊，就不会了。啊，为什么？ 你了解一切事实真相啊！每一个众生因缘不相同啊！啊，你现今天在此地，你只看到他经世啊，过去是你没看到啊。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他无量借钱这种行业，你通通都明了了。 啊，是有云，啊，这个是经云，于一年前，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茶。他们优化三界的范围，不是一个世界，百千佛刹里面的三界呀，有云随意休息。 无不圆满，这我刚才所讲的。到极乐世界，肯定你自自然然，你走这个路子，你在那里认真努力去修行，啊，他修学环境太好了，啊，故能无所挂碍，啊，往生之人。 你看，这就不限于如来了，往生之人呢、啊？游行设法宣示弥陀一尘愿海，六字红名，圆顿妙法，引导未渡之人归向极乐。啊，这是每一个往生的人。 啊，到达极乐世界，都成了阿惟越之菩萨，啊，都有这种能力，啊，智慧神通道理。差不多跟这个化身菩萨了相等，啊，这不是自己修成的，阿弥陀佛的恩惠。 他帮助你的啊！我们在这个地方才看到弥陀恩德之大啊！知恩报恩啊！报恩唯一的方法就是帮助本师阿弥陀佛戒淫。 设方有缘众生啊，这是暴风跟呐！啊，方法呢？你看看这底下说的，宣示弥陀一尘愿海，这是讲经。 啊！弥陀一成愿还是什么？就是这部经——无量寿经。啊，如果扩大来讲，净土三经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、阿弥陀经。啊，这弥陀三经啊，在中国。 过去这些祖师又加了两种进去啊，魏陌生居士把普贤品加普贤行愿品加进去，成为净土四经啊，印光大师啊，把《大师之圆通章》加进去。 就变成净土五经啊，现在号称净土五经一论六种，这六种就是迷头一沉月海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就是六字红名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妙极了啊！极缘极顿，原始圆满，了解这个词，我们就干。 把一切经教放下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”，我只取这一部经。这一部经就是世尊的圆满法论啊！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不但圆满顿超。 啊，这一生就超越了，超越了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身到极乐世界就成为阿维约之菩萨，这不邓超吗？啊，称之为妙法了，一点都不为过。啊。 啊，用这不仅用这一句名号引导未度之人啊，那就是六道十法界里头的众生啊，他要能信，他就得读 他不能信，给他做种子，阿赖也是，帮他种西方净土的种子，阿弥陀佛的种子。 来生何时？他遇到缘，种子成熟了，他就会相信，他就会发现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现在云没成熟，啊，下种子，已经有种子的，帮助他提升。 啊，一定提升，但是它还不成熟，它还不能往生，比前一生种子的力量加强了。啊，再一生遇到的可能他就发现。了。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好像很长啊，要搞好几生好几世啊，或者在极乐世界看起来很短。 啊，因为他生生世世情形，你全看到了。啊，你看他一世一世的往上提升。啊，生生世世都帮助众生啊。没有一个众生不帮助啊。没善根的种善根的、啊，有善根的帮他增长啊，成善根成熟就帮助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 啊，才知道佛慈悲，弥陀慈悲，弥陀弟子没有一个不慈悲。啊，他们那种慈悲运行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。故曰、啊：开示正道，度为度者。 那么，至于今天环境特殊，为什么佛法衰了？普遍的衰了，大乘八个宗还没有听说有传染。 小陈两个宗早就不在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在这种特殊状况之下，有愿意学其他宗派的，我们要帮助，要成就他，啊，要提供他修学的环境。 这是我们的义务啊！我们不能说只照顾净宗，修其他的我们就不闻不问了，不可以。我们通通照顾到。啊，有能力的话，我们提供你修学的环境，啊，帮助你修学。 啊，我们自己不能离开本宗，啊，我还是六经啊，这个五经一论呐、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啊，对别人帮助呢，你研究化验的，啊，我给你学习的环境，你自己去学习。 啊！我照顾你的生活，供养你。你需要的参考资料，我帮助你。啊，你认真学习。啊，学习最重要的。为人言说，这真学习。啊，你学华严，你要把华严做出来啊！啊，做什么？ 什么做法？娴熟过失的修华严奥旨，望境还原观，那就是华严经的行境啊，那就是修华严指导的原则啊，你要修是的。 五指六观，啊，你这真干才行啊！啊，你要发心呢讲《话严谨啊，啊，依照清凉的疏潮。理长者的合论，啊，或者是先受大师的。 六舍华严的主解都很好啊，啊，真干了啊！学天台的啊，《法华经》天台之观。 是心门啊，皆心相应啊，这样慢慢的把不同这个宗派，通通都能够复兴起来啊！真正遇到这样的人，我们要全心全力去。 帮助他啊！这是在现前，我们除了专修净土之外，有义务帮助每一个宗派都能复兴、嗯。这是总报佛恩呐、啊！所有宗派啊，通通是释迦牟尼佛传。 啊，虽然佛讲的很清楚，末法净土成就啊，这都是真的。末法的环境很复杂，八万四千法门。 每一个这个法门呢，都是从断烦恼才能其如境界。断烦恼这桩事情非常不容易，啊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啊，净宗的好处就是不断烦恼，啊，只要求。 把烦恼控制住，烦恼没断，但是烦恼它不起作用，就行了，就能完成。关键的时刻就是寿命中的最后那一念啊，最后那一念保持正念，啊，阿弥陀佛就决定得生。 平时要练功啊，啊，最后一年才保得住啊。平时要不念，最后一年要是错了，这一生的机会也又失掉了。啊，我们相信每一个同学，啊，我们金中的同学，个个都是过去生成。 多生多世修一学这个法门啊！你要问为什么你没往生，你还还搞成这个样子？就是最后那一念错了，最后那一念不是阿弥陀佛，想到家庭眷属，想这个想那个，就就完了啊！也就是你没有彻底放下，你放下的不干不净啊，才会造成。 这样的果报，真的彻底放下了，什么都不留恋，什么都不想了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啊，什么时候放下？现在就要放下。啊，随时随刻都放下，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心里面呢，永远只保留一个阿弥陀佛。 啊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场所，啊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种人决定得生呐、啊！啊，再看底下一段，此段经文前半段呢，欲重。 断惑念佛啊，这前面说过了。下面这半段呢，劝大家知苦修善呐、啊。这四个字重要啊！知苦不要埋怨，不要怨天尤人，怨天尤人苦中更苦了。 啊，知苦修善，修善就能改善。啊，《了凡四训》呢，就用的这个办法，知苦修善，真的转祸为福了，他转变了。热潮 就是现在的话，如等你们大家啊，永劫啊，皆是指时间，久远，无比无比之长时，今云永劫，永劫了，这个时间太长了，这是永久之永久，永久无劫啊，无道。 就是前面所讲的恒界与无趣重点无趣，啊，是天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鬼道与地狱道，啊，这叫五道，啊，实际上五道里面也就包括六道，《楞严经》里头告诉我们，啊，阿修罗道。 除了地狱没有阿修罗，前面四道都有阿修罗，啊，也就是天人、人、鬼、畜生四道都有阿修罗。把阿修罗算一道呢，是单单指天阿修罗。那要说五道呢，天阿修罗就归天道，人阿修罗归人道。 啊，鬼阿修罗归鬼,鬼道，畜生阿修罗归畜生道，就不单独说了。啊，阿修罗是什么？这个道里头，他有大福报，他没有大智慧。啊，他有大福报，啊，好胜。 好动，好杀，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的习气，啊！所以称之为阿修罗。居会书，从乳朝到不倦。 这一段经文也不长，我再念念。若草当知十方人民，永劫以来辗转无道，忧苦不绝。就是这一小段的文字，这这几句意思是。 永劫以来，虽知多福啊，这跟、个、我前面讲的意思差不多了。虽然遇到很多福，发大心，圣道修仙难成就，故常莫常流转，依旧在六道啊，乃至今日。 未出生死也，这是《会所里头的一段意思。下面念老师，据《上书》意啊，根据《会所所讲的意大意，知府之人上。 多劫沉沦生死，有苦不绝，在未知佛者更有过也。这几句话说得好啊！啊，这是无量劫来，永劫是无量劫来。 无量劫来，虽然啊遇到很多次的佛，不止一次，遇到很多次啊。遇到佛的时候也发大心啊，也学圣道啊，不但学还修行呢、啊，可是没成就。 所以依旧在六道里头，轮轮转不休啊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出六道轮回啊，这个未出生死，生死就是六道六道轮回。 啊，念老在此地非常感叹的说：“啊，上面祖师这些意说的这意思，执佛之人遇到佛不是没遇到佛，尚且多劫人啊，沉沦生死，忧苦不绝。” 啊，我们说这些人，他有善根，啊，他也有福德，可是一念迷，不善的习气。 让他又堕落了。那么没有遇到佛的无量劫来，从来没有遇到过佛的，那他的苦难、忧苦，岂不是超过他们多多？ 所以才说，十方人民永挤以来啊。辗转于无道之中啊，常度三途之内，至极苦痛，无有崛起。这都是事实真相。 啊，这种情形，如果我们冷静去观察、去思维，你就晓得，真的是太苦了。啊，尤其在三途，六道众生没有出六道的，肯定在三途的时间长，在三山道的时间短了。 啊，为什么？只要我们冷静一点，你就晓得了。观察我们的念头，啊，我们这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，你就了解了。如果是恶念多，那就是三恶道的时间长。 如果善念多呢？那三善道的时间长，一想就晓得了。啊，一天如是，一年也如是。啊，总是恶念比善念多啊。那什么原因？根本的原因就是自私自利。啊，所以佛法的修学，第一第一道关口。 就是破身结，啊，把我执拔掉，啊，所以小乘教，小乘教的三大纲领：助行无常，助法无果，涅槃寂静。这是小乘小乘教的。 三大纲领啊，啊，少一条就不叫佛教，不是佛法了。啊，诸法无我，我是体，当是体讲自体，一切法没有自体，啊。 我们这个身有没有字体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佛告诉我们，这个身体是无蕴和合而现成就的，就是很多条件凑合了，一分开就没有了。啊，像我们住的房子，房子有没有字体？没有。它的体是什么？啊，钢筋、水泥、砖头这些建筑材料，这是它的体。 啊，排起来像个房子，拆掉之后堆在了一边，房子不见了。啊，所以房屋没有自体，啊，我们身体也是如此。啊，色受想行识，啊，汇合在一块成为这个身体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就跟房子一样啊，你要知道啊。 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了解事实真相了，我们对于这个身体就不会贪念了。啊，不会为这个身体去造业呀、啊。啊，饮食贪图美食，为谁呀、啊？为舌头。啊。 吞到喉咙以下就没有味道了，就不知道了。你看，就为这个舌头，在饮食当中造多少业？啊，喜欢看眼睛，啊，看这些色情的东西，满足眼的欲望，啊，为他造业。 你想一想，就全都不值得了。啊，想通了，那就叫看破。啊，看破之后，你就放下了。啊，决定不许。啊，色受想行识，去找业。 啊，要说出我们五根呢、啊，眼耳鼻舌身，不许他造业。啊，不看破不行，你止不住，他有习气。啊，他有烦恼习气。啊，你要是放纵，啊，任性，他是无恶不走。 啊，那将来受苦呢？连累你，要堕三卧道，要在三卧道里面长时间去受罪业，去消这个罪业了。我说的很多啊，三卧道是消罪业的，三善道是消福报的，所以你做福报也不好，造恶业是更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出不了六道轮回。 啊，想来想去，还是念阿弥陀佛好。那、啊、能永远超越六道啊！啊，六道绝顶不是好地方啊！啊，再高的地位，再大的财富。 你要是看穿了，他帮助你造业。所以，为什么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名利都放下了？名利不是好东西吧？啊，非常容易诱惑你。 你二来也是有这个根，一遇到这个缘，烦恼马上起,起来了。为什么？贪财、贪名、贪利，贪不到就成恨啊！所以，我念起来了，我的行为生生出来了。啊，那果报呢？果报在三途，不能不知道。 啊，下面是，该生老病死，均极苦痛啊，且纯苦无乐。这一句话，你要把它参透啊！啊，世间只有苦，没有乐。 啊，凡夫业报之身，啊，我们这个身体恶臭不尽。何可爱乐？这个事情，只有佛菩萨看清楚了，凡夫。 你在这里面那、啊、认为这个身体很好，认为身体可爱那、啊、那佛经上这个四个字“恶臭不尽啊，恶是丑恶、凶恶。 丑恶是从相上讲的，凶恶是从造罪业上讲的。臭，难闻之气味也。不净是不干净。啊，观佛三昧海经云：自见己身，三十六物恶漏不净。 在下面有解释。啊，这是佛告诉我你自己细心去观察，你会发现身体三十六种过路不净大论。 大制度呢？举五种不净，种子不净，住处不净，当体不净，外向不净，就近不净，五种啊，通通不干净呐、啊。啊，我们这个人得到人生。 种子是什么呢？父精母血。这种子啊，住处、啊、是子宫、胞胎。啊，当体是全身，外向呢是在胞胎里面的形象，究竟是毕竟。 洗洁不净呐、啊，没有一样是干净的，啊，没有一样是可爱的。十一论里面为七种不净，啊，种子不净，树身不净，啊，住处不净，圣诞不净，啊，在太胞里面吃的。 吃的是母亲的血，啊，出生不久。啊，出生的时候，具体不净，到究竟，啊，究竟，是死亡的时候，把一个人一生。 说出来的，其中细节不仅过于自身以及他身，是无可落之处。啊，你要是细心去想一想，啊，冷静去观察，就明白了。啊，可是这个事情没有人去想，每个人都为这个生很可爱。 没有不贪念的，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。啊，真正搞清楚了、搞明白了，叫看破。看破之后，纯苦无乐，理应远力啊。 啊，应该要厌恶，应该要离开。啊，佛说三界痛苦，三界是欲界、世界、无世界。啊，欲界里头三大类的苦全有。 啊，苦苦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无因之身。啊，这是苦苦。第二类呢，坏苦。 啊，再好的，你所心爱的啊，居住的环境，它会坏呀、啊。到坏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苦了。啊，人的一生变化无常。 啊，我们中国人讲运气、命运的、啊。命运是五年一转运啊，每一个人，你一生当中一定有最好的五年啊，你过得很快乐，也有最不好的五年。 啊，这个运在转呐、啊，所以酸甜苦辣了，你通通得受啊。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你才会觉悟。 啊，你才会明了啊！无色界有行苦，无色界不错，不能永久保留啊，还是有寿命。寿命到了，你保不住。那、啊、无色界到最上面的，不能再上去了，那保不住怎么样，就会堕落下来。 啊，谚语所谓的，爬得高就摔得重。啊，这是真的，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到色界四禅天以上，啊，包括无色界的四天，寿命中是多半多地狱。 啊，为什么都地狱？他受命中时候，烦恼习气起来了。啊，原来是定力扶住的，时候到了，定扶不住了，烦恼习气扶住了，扶出了之后，他埋怨神仙。啊，因为到那里，大概都是真正修行人。 他误会了，把四禅，把无色界当作大般涅盘啊！到这个地方呢，不生不灭了。这忽然寿命到了说，说这不对呀、啊！啊，原来佛菩萨骗我们的！你看，我已经入般涅盘了啊，怎么还会生烦恼？啊，这一年生起来，回谤三宝。 回谤圣贤，都阿比地那我们要记住啊，我们现在有没有回报三宝？有没有回报圣贤？啊，四禅天，无色界。 是到寿命终的时候，他才汇报，他才怀疑。我们没他们那那样的功夫啊，也在造这个业，要不要受一样的果报？一样的果报就是无间地狱。为什么会这么严重？因为你的汇报。 会影响别人，让很多人呢不再相信、啊，这个罪就麻烦了。我们自己做自己受还情有可原呢，我们做了不好的榜样啊，这个榜样让别人看了，他们对于圣贤就产生回报啊，不再相信，断众生发生慧命，从这接罪。 啊，所以这个罪结的这么重啊！啊，经教里面我们都知道啊，断人生命最小，断人慧命最大。生命无所谓，死了以后四十九天，可能他又回来了，啊，他又得人身了。 可是，会面是学佛的缘分机会。这一次失掉之后，未必下一次、下一生你能遇到。所以，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，特别是正法啊！你看，学佛的人多少？学佛的人当中，有几个人遇到是正法？ 啊，纵然遇到正法了，大乘八个宗都是正法。啊，在末法时期，真正能保证你成就的只有净土。你学别的法门，的时候，你不相信净土，多太多了。我学佛的时候。 就犯这个毛病啊，以为是什么净土是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法，就度那个没有知识老太婆的，度他们的，啊，绝不是对我们知识分子的。你看自己功高过万，啊，认为这是下等法，佛对那些人。 啊，那有这么一个成见在，你这个一成圆顿大法，一生成,成就的佛法，你就没分了，不容易啊！啊，我这一生感激李老师啊，跟李老师十年。 李老师常常劝我修净土，啊，他知道我有成绩，啊，对佛法华严法华冷言、法法言般若非常有心绪，啊，对净土很冷淡，啊，常常劝我，啊，我也听了，啊，听多了不反对了。 啊，也很尊重，但是就是不学啊，啊，学也是表面、敷衍，不是真干的。啊，十多年之后，我离开台中，讲华严经，真的是从讲华严经里面明白。 啊，是早年的第一次讲《华严经》，啊，讲了一半，哦，也讲了不少年，我记得讲了十几年，啊，但是十几年是断断续续的，啊，又常常到外国去，一到外国去了就中断了，回到台湾就接着讲，啊，有一天忽然想到。 文殊普贤是修什么法门？善财童子是修什么法门的？因为那则华严后头，我们一讲到，啊，我就翻到后面去看，翻到四十华严，四十卷的第三十九卷，看到了。 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，啊，这个令我非常惊讶，啊，文殊普贤是我们最佩服、最尊敬的大菩萨，啊，他们是修净土成就的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去了。 啊！四世华严我也讲了一本，囫囵吞枣，没发现。好，从头再细看，善财童子是文殊得意的门生，当然传老师的法。啊，那老师求生净土，在极乐世界成就的，学生哪不哪能不修这个法门？ 再一看，就在面前呢，当面错过啊！讲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啊。他第一个参访的善知识，德云比丘，修什么法门呢？波州三昧。波州三昧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，叫佛列三昧。这个三昧很难，一期九十天，就三个月九十天。 九十天不能睡觉，不能坐下来，只可以站着，只可以走动，啊，不可以坐下来，不可以躺下来，没有好的体力受不了啊，啊，不是三天，不是九天，九十天呐、啊，啊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 你看善财第一个善知识，我们中国人常讲先入为主，啊，他第一个修这个法门。那么再看最后最后一位是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道归极乐。你看一头一尾，那就是彻始彻终。 善财童子是修念佛法门，那那五十三参呢？还有去了头尾还有五十一餐五十一餐里面代表无量法门，男女老少，啊，无量法门，啊，这就是善财同子他都知道，都了解，但是不修。 他没有修，为什么没有修呢？最后，小括里头念得李慈，啊，因为去参访，成他们的教诲，听他们的报告，了解了，这是感恩，啊，感恩，了解是增长智慧，啊，李慈是什么呢？词就是不学这个法门。 你不要看到哦，他理理慈，他去参访，底下一房了。那个理词里头有不修这个法门的意思啊，通通懂得，但是还是念佛，一句佛号念到底啊。对他这个呃所修的根本就没有影响，根本没有动摇，什么法门都可以去参访，如如不动啊。 我这才相信净土了，才真把这桩事情搞明白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呢，叫南性之法，啊，真的是南性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要知道，这个世界真苦，啊，三界痛苦啊。 所以，我们不能不断悟修善啊，改善我们现前的环境啊，也帮助我们不再犯错误了啊，不再堕落到三途。 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